哎，很面熟哎。你们怎么在这边？娜美人。怎么是？你们娜美人？怎么来这边？啊，你们今天怎么都穿那个粉红色的？哎，这是粉红色吗？对。今天的队团服。团服漂亮。等一下我们要穿一下鞋子哦。鞋子。好。然后你们那个鞋子不能穿下水，那水比较大一点。刚台风完，那个溪流比较有一点暴涨，有没有？有点大一点，危险啊。 顶多留到太平洋而已，真的一点都不危险。对对对，安全啊！你们前天玩太平洋金银百货，对，今天是玩什么呢吗？玩什么？星光三月啊！等一下到6点的时候满天星啦，星光三月翻三月岭，星光三月。哦哇！所以我们要先穿一下鞋子，好不好？先换鞋子。要穿完鞋子啊，我们要去采集一下。采集什么？既然来山上了，我们就要采集一些大自然的素材。蔬菜。对。蔬菜哦。 不是蔬菜啦，素材。哦，素材。我的啵啵啵啵不好，请你原谅。我的啵啵啵就啵啵啵啵啦就没有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等一下我们就要走这个溪。这确定能通过？一步一步走就过去啦。太平洋舰。对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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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。走了。好，走小心哦。对对对对，这第一个石头又假的。 好，一步一步来哦。好，可以来。我们要去找虾龙。真的。对，我们每个地方都有放陷阱，然后陷阱旁边都会放那个做记号。你看一下旁边有没有记号，你可以找一下那个虾龙里面有没有虾子。怎么看？虾龙。我会放石头啊，做记号。这里通通都是石头。这里太多石头了吧？仔细看嘛，你看那边不是有个石头，把自己人工立起来的。对。虾龙，有哎。哇，这里有。啊，太小，你看。啊，太小只了。因为那个。 台风天后那个大虾子都躲起来了，躲起来了。这边有一个那个胭脂虾，哎，这个虾子很漂亮哦。哇，你看它尾尾，还瘦瘦的。胭脂虾原来就是这个，还有这虾，哎，所以。啊啊！哎哎哎哎，回来回来。我们的食物就没有了，就靠你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还没有长大，它长大就要咬，你看，手咬一下。我咬你，我没有。 这还好了，它不会很痛，因为它还不够大只。我们往上找会看到大只的。好。哦，这个陷阱比较大啊。小时候要抓慢啊，有没有慢这样？鳗鱼，有鳗鱼哦。哎，对，有的被吃掉了，你看。被谁吃掉？被别的虾子吃掉。它是吃虾子，它换壳，你看它软掉了。换壳。什么意思？它换壳的时候，它就脆脆弱的，别的虾子。正好。那这是什么？ 哦，这是什么螺吗？尖尾螺。尖尾螺。对。啊。哎哎哎，有哎。哦，也很多哎。这也不少哎。哦，有大只的耶。哇，有。有比较大只的。嗯，大头。可是有多换皮的。哇，虾壳类的东西都会换壳。哦，对，会脱皮。哇，第一次知道。嗯。第一次吗？第一次。啊，那个皮啊，可以吃含丰富的钙质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要丢掉？ 我是跟你讲，所以被捡起来吃。直接吃吗？什么时候会换壳啊？看他的心情啊。真的吗？心情。你的时候就换了，不是吗？他没有什么几长几岁？大之后开始换。他从小就会开始换，慢慢变大，慢慢变大。他长大的时候都会一直换壳。啊，你要问，要跟我讲说他什么时候换壳，我可能要打电话给他呢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待会桥才这里有没有？对。手这样扶在这里，好，然后撑上去，然后踩这里，啊，踩那边，对，他这个山不用拉，对对对对，你们肯定要拉他们两个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看，教练要拉一下，那么优秀，哎，不要跌倒，危险，好，哎，同学小心，同学要拉一下，同学要拉一下，有了有了有，可以吧？加油，OK，哥不用了，哥身手矫健，哥 OK 了，OK，过来了，我们再找几个虾龙，我们就要下去喽，好，好，别住。 如果我的鞋子里面进沙怎么办？出去去踩着啊，去找脚底按摩的概念。脚底按摩，脚底按摩的概念啊。去角质。哦，有很多都晓得。哦，有蛮多只的，但都小只的。对。小只的。再放回去，对不对？放回去，我们要带回去，我们今天晚餐要吃的啊。没有。
有了是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从这里到这边你们就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再上去要抓鲨鱼了，这么大。我们再上去可能要到晚上，你看那个操作都是蜻蜓了，他们在找吃的，那个虫会跑出来。哦。对，他们过来像老鹰啊，它会在太阳大的时候会出来找寻找食物。好。对。在笑闹之间，其实我还蛮佩服这个就不进京的这个陶给民族。对我这个平地人来讲，当然是一种很全新的体验了。但是对他们来讲，就是他们的生活，其实蛮敬佩他们。来，分工合作。这里。好。好。老板，他叫什么？我忘了。卡奴。哦，卡奴，卡奴。啊。对对对。他都刷卡吗？卡。卡奴。好，我们编。五分钟的时间把它编完。好，五分钟。交叉会不会？就是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。好，一上一下，一上。哦，就这样，一直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会吗？可以，每一个叶子都把它这样。对，啊，第二个就颠倒。我不怕会，我也不太。没关系啊，不太会就要动一动一下脑筋啦。好，我怎么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不行，不可以。真的吗？我不可以。你不可以，这么年轻就说不行了啊！阿斯，救救我！真的吗？应该是女生比较会呢。结果我们不会。你这样怎么当阿美族？有抓到诀窍了吗？没有。是一根一根的上去，是不是？因为它会一直跑啊，后面会乱掉。哎，没做这个是要用来做什么？我们一般都是来当餐垫啊。餐垫的，没关系啦。那我今天不要餐垫。好的，通过。通过。我如果会编织，我就会做纺织了，我就不会当演员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很想体验了。我相信四个人，连那个小乐这么精明、这么有活力、这么聪明的人，他也没办法继续下去。那更不用讲那个小锵锵，对不对？大元，他大概跟我差不多时间放弃。真的倒是让大家很意外的是，没想到方欣姐在这个原始的餐盘上面这么有天分，她真的是做的最好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就像这样，这个也太厉害了吧？对，要花一点时间呢。我知道你们不会，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好的，只是让我们体验一下而已。体验一下，认真的，我觉得方欣姐还蛮厉害的。哇，你有编织的天分哦！你通过，你可以去阿美族。通过了。哇，姐，你弄得很不错哎。真的很厉害。哇！一开始她在教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有点看不懂，但后来自己摸索之后，哎，发现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体验。第一次这样子哎，真的第一次在溪流上吃饭，但是他们也给我们筷子，对不对？就像这样，这边不能有筷子，不能有筷子，这是原始，不能有筷子，用手吃的。哇，这个很好吃哎，好吃吗？我开玩笑，米醋腌的，米醋腌的，这个茶没有加糖，对，有加蜂蜜哦。对，这是台东的名产，叫茄轮，茄轮茶，把它晒干变成茶，茄轮茶，所以它很多颜色，有没有？哇，啊，这个是什么知道吗？什么螺？这三角螺。那我们的菜名叫三角关系，它的别名叫吻别啊，有没有？因为吃完就丢掉了，有没有？要用吸的。阿美族宴会才会出来的肉，生食腌熟的。这上面是生的肉哦。已经腌两年了。哦。已经熟了。我先试看看这个，腌了两年的。哇，这是手卷呢。哇，哦，很咸，很咸，配饭，对，好咸，嗯，但是很厉害，很香。原来这个米柱不是只会雷少伟跟拉迪在，他也会做菜，真的。这个真的是，平常你是不可能吃到这种东西。所以其实我之前有到溪里面去，就是坐在那边，然后喝点小酒，但从来没有在溪上，没有在溪里面吃过饭，吃过大餐，而且大餐的感觉，对啊。这是像流水席，对，哎，真的是当地的流水席，真正的流水席。吃这个，这几天都一直有接触原住民文化，但今天真的是完全道道地地的感受哎，真的，不同东西啦，不同东西在压着，来，张哥，谢谢，哥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， 今天最后一天了，谢谢，觉得有个很完美的 ending， 真的很开心跟你们认识，我也很开心。我们最后一站，最终站了。OK， 福定咖啡。福定咖啡。很 c
chill 跟台东一样 chill， 蛮有原住民的一些小特色，有原住民的特色，然后加上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当我们的最后一站，因为我觉得很平静。我们的庆功酒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小心，对不起。哎，姐小心，姐不要把椅子弄坏了。是。今天呢，终于我后面也不用开车了，换啤酒了。对对对，辛苦你啊，辛苦小哥，不会不会，坐了四天的那个司机，对，然后今天最后一天又是这么完美，我也感谢我自己，因为你们也知道，今天交给大元五分钟，我们就爆胎，就有，我其实我帮他讲句话吧，也许真的不是他了，但是呢，为什么他开完之后就爆胎？没有了，你就是要把事情讲出来，那到底是谁？我想帮你解释，有解释到吗？没有，越解释越糟。最后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就大家也看到了，其实在桌上有我们每一个人准备的香菇哦，就是一日导游，一日导游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自己那天的记录，就对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，好不好？我记得从第一天开始，我以为是来旅游，就从第一天开始一直竞赛，有没有？对，那我们来猜拳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猜拳，就我们一样竞赛，对，赢的先走，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。哇，那我们改规则，我们输的先走，改规则。我们看那个划竹筏的，抽到自己要放回去。是啊，对，不能抽到自己哦。对，大鱼，元大，元大。哇，那你很有钱哦。抽到我的，耶！大元来，对，这是我做的，就是他要给你，但是他要跟大家分享。由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那我打开。这张谁拍的？巧了，我的摄影师，我们赢得冠军的那个水泥板。我这张是真的拍的，挡泥板哦，是挡泥板，水泥水泥。我以为你故意，我的声音都分叉了。你是说水泥板？你看，没有，我是说挡泥板保险杆。对，这是我难得也是赢得竞赛的一次，谢谢小乐啊。真的，哎，我很满意这张照片，我也很满意，我也觉得还好。继续下去，我有用一点小巧思。我们的缘分是因为这个节目开始。所以我们的每一篇照片里面呢，都是用字组成的花，然后姐对我来说就像是我们团体的一朵花，所以第一张就是放了姐的照片，然后我就抽到你的相簿，天啊，太感动了。然后第二张是甲，大家知道是谁了吧？花甲代表，帅，哇，你看那个手臂，对，这还是花甲，一个字帅，帅。哎呦，你好有创意哦！你有修图吗？这手臂好像还可以啊。我没修过图啊，没有修过，是原始照片。你拍的很不错哎，谢谢谢谢。再来，花甲少就知道是谁了，真帅的少女，真的很少女。花甲少年就是我们的小乐，我真的小巧思。哇，你还帮我弄这个，但重点是你放这张照片，是不是因为知道我之前一直摔下来？终于站上了，这张照片是很帅哎，你就站在板上。可是我觉得重点。是这张哎，真的，这是小巧思。因为这个是你拍的衣服啊，也是我们今天的团，就特别贴上去。然后再来去就是 jump 很有小乐跳下来的瞬间。哦，你有拍到我的瞬间？有啊，你看。然后驴就是我们接下来都是我们的照片，那一天的行程的四个人的。然后行，我在海上的照片，悠游自在的。谢谢你们陪我一起。虽然一路上有点辛苦，但我多了许多勇气。来，让我跨出了一大步。好，准备要哭了吗？挑战了很多不可能，上山下海都是因为有你们在，完成我的人生清单。对，哎，你真的认真不简单，有惧高症还去飞行山，很厉害。对，这趟旅程的结束不是终点。我们私下的缘分才正要展开，然后最后就是我的清单完成，然后但是后面是未完待续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陪我一起。哇，好开心是我抽到的，你真的好用心哦。来给你，谢谢。大元，我跟你道歉，你真的不是雷包，也不是老鼠屎，你真的好认真哦，我就很看好你。谢谢大元，你也感动我。因为这趟旅程你们真的带给我很多，所以我希望在最后可以留下很好的回忆，然后跟我真的想要对你们说的话，表达我的感谢。其实我也很感谢，因为他的旅程也是让我就是跨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一趟你们刚好姐妹。互相真的是姐妹，互相拉拔一下。而且我们在这趟旅程发现我们很多的共同点，蛮多相似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。除了气质上面，不一样的气质，脚要射哦，脚射哦。
我发现姐姐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放胆的敢对我们讲真话，然后开玩笑。她也很自在的会就是搂着我啊，然后亲亲我的脸颊，碰碰我的头。我觉得这个感受很棒，就是亲密感增加了很多。大圆其实是一个很独立的女生，她很懂事，很体谅。经过这一次跟这些少年的相处，我好像可以回去跟我女儿好好的重新相处，用另外一种方式相处啦。OK， 噔噔，是谁嘞？哦，素媛哥，今天抽到小媛，最爱惹我生气的歌。我跟你讲，抽到我了，算你倒霉。因为你知道。我是哥，可能没有心的，我都是出一张嘴的，要我动手的话，那事情就大了。没关系，这张很帅耶，这张真的还蛮有，还蛮忧郁的。但是我怕里面打开可能不是会吓到人吗？我的第一站第一张，你帮我们拍。对，刚认识大圆，觉得他活泼可爱，聪明，还特别加聪明，写很大字的，真的。是不是应该化掉？没有，刚开始，刚开始，对。茶茶真香，茶真香。没有，我是写重点的，你不要觉得我混，我很用心在想要写什么。其实你有写已经很不错了。哎，可是我一看到你这照片，想到我们那天有拍广告哎。啊，对。对，我们那天有拍广告。好，而且那个广告，我觉得就各有各的特色。对，小乐是炒冰高手，炒冰高手，真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把我们两个炒冰的照片。发给我女儿，她看完我跟你的照片，爸爸你左边那个很性感，用性感两个字。她没有说爸爸你好帅，她说爸爸你左边那个很性感。我第一次被用性感来形容，真的。然后这个太复杂了，完全没有性感。那天其实最有印象的就是那个一浪教我们大家喊他们的酒泉，嗯，然后一直用那个米酒加苏跑灌我们，微风徐徐啊，对，微风徐徐，微风徐徐，我们不是十元卡拉 OK 吗？然后你那个晴天唱的有点真的哇，太高太高了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是不是原住民版本呢？对，有可能。你唱的我还知道是晴天。大圆唱什么？我完全忘记。没关系，我那时候最后我跟你唱那个。没有，大圆唱的时间 OK。对，爱情很对，所以我说，爱情很稀亏，吃饱喝足圆满第一天。哦，好不好？这个素媛哥的字也不是很好看，也不太会排版。好，那你谢谢你。记得我第一天访问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就希望素媛哥可以就是尽情的呛我，因为他越呛就代表他对我越来越熟。哇，他真的是。没在收敛的呛到最后，可我好几度都其实都快要落泪，就他就是要神来一笔，把我逗得哈哈大笑。我人生旅程的一个很不同、很精彩的四天，也很高兴可以遇到他们这三位这么有缘又这么美丽、这么帅气的旅伴。我只想抓另外一张，结果只抓到一张。哎，小乐，哥应该是得抽到，根本就想要抽他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缘分，这是缘分，这个就是今天刚好，就是自己取景，新鲜的，新鲜的，哇，颜色蛮美，这好像是拍茶的广告，金针花，哇，我们都穿同样的衣服，好可爱哦。我觉得今天我选择这样是对的，让我们照片特别缤纷，嗯。然后我主要想讲的话，其实主要就是这个，就是很感谢缘分，让我们可以相聚，嗯。然后就像大圆长讲的。讲的讲，我觉得就像你说的，就是这只是个开始，嗯，对，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快会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，一起合作，希望之后可以一起演戏，一起，我觉得一定会很棒，或者可以台北约吃饭，吃饭那是一定要的，吃饭是一定要。最后还有一个流水席，流水席，刚刚上一个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很特别，嗯，个人最喜欢的行程，因为我们真的在流水里面吃的宴席，真的，流水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。很感谢缘分让我们四个可以相聚，觉得因为这一次我们的人生中多了彼此。因为我一看到他，我就觉得哦，他可能就是那种唱跳歌手啊，可能就是小屁孩啊什么的，但其实真的没有，这一趟的大哥哥是他，就是一个暖男，都是他在照顾大家，让我们觉得很安心。好呀，这是拿导游旗的代表，第一个行程，我们的第一站去吃米做的甜点舒芙蕾，这也都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的吧？米吐司，那个米的奶酪，我印象最深刻，很好吃。米奶酪，因为字比较小，你可以说一下。好，等一下我自己也看不见。这是我的第二站，我们去了阿育红，这个也是我这一趟里面很深刻的，非常非常深刻，应该大家都很深刻。对，来一场贴近自然的舒适享宴。
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笑容非常的自在，就是又在那边角色，角色发射大炮，角色就是那天发生的啦。对对对，我们到那个大波池去划竹筏，对竹筏，那个也是一个体力大考验，嗯，是，但是也是很有趣，虽然我也受伤了，这样就是今天起来伤痕累累，破皮了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说是选胶鞋，胶鞋，在胶鞋，胶鞋的教练，选到了可爱的教练，超 Q 的，对，最精彩的，好，演技大考验，这个也很特别。妹妹勾引哥哥，姐姐勾引弟弟，是逗趣，哦，逗趣，笑到停不下来，好可爱，真的很有趣。现在看照片，真的是回忆满满，有着家人般的缘分，值得珍惜，就是觉得大家在一起的感觉，真的很像一家人，对。而且这已经是第三天的行程了，所以感情非常的越来越好。对对对，其实你昨天我们拍照，你亲我脸的时候，我就很开心。你也有亲我哎。你们俩都喝多了吧？你很烦哎。好好，你不是真心的。然后我就写一日导游完成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这样子。然后最完美的相处就是自在。然后谢谢弟弟送我们的这个 T 恤，让我们今天有团服这样子。哦，我最后还写了一大段。哇！要念吗？念一下，念一下，姐要念一下。那给你念。但是我眼睛不好，我来念一下，我念一下。念一下。行程结束不代表情感的结束，此趟旅行好多说不出的默契跟巧合。嗯，真的。是不是？就这个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相聚起来就可以有的东西，这真的不是设计的，对，没有办法写的，写不出来。愿我们都能常记心中，愿这次的缘分长长久久持续下去。会的，感恩所有的遇见，感恩自己愿意勇敢接受挑战。真的，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来，谢谢你。这样相处四天，我的感觉是，其实你们两个真的蛮像。不是说锵锵的，就是我的意思说，就是那种。我觉得你这样对姐好像也有点不礼貌。不是，我觉得很好啊。没有，我是在没有，我现在讲讲讲感性的话。好，你确定？你确定？后面会不会来一笔？我真的要讲感性。可是你今天说服力很低。不要再开玩笑了。好，你不要再开玩笑。真的，我真的相处四天下来，跟姐姐一样，其实他们都很温柔，只是说她比较年轻，她表现出来的活力会比较旺盛。其实他们都是很单纯、很善良的人。所以他们有智慧，对，有智慧的，越看越像姐妹。那我就觉得你跟我这边有点像，对，当然还是你比较帅啊。就是我们也都是，不是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就是最近几年。好，我可能比较不会讲话，所以我就用。对，还没念完。还没念完。还没念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念完。还没念完。勇敢接受挑战，对不对？感恩少年弟弟妹妹花甲阿哥的照顾，爱你们。月什么感恩？更感恩制作单位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，下次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婷姐，谢谢秉哥，所有的人，谢谢你们，你们陪我们这样，谢谢，就是因为有这节目，我们才会有这缘分，才会对我们的辛苦，他们都是两倍，是，哎，好棒哦，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拿到的都是自己想要的，真的，就是从完全否定自己到肯定自己，对。然后觉得勇敢的去做，你才会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做得到。尤其是在你身边也有这么棒的旅伴在帮忙，对，我觉得自己算很幸运。看着每一个人去观察大家，每个人眼中的大家，我觉得是一件很特别、很酷的事情。我也会跟所有人要所有的照片，好好的保存我们美好的回忆。虽然这个节目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但是。我们私底下真实的缘分才正要开始，我们一定要保持联络。然后我爱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陪我。无论你是花甲还是少年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层，我希望你们都一定要让自己去旅行，而且这个去就是趣味的去。只要你去旅行，就保持你的热情跟你的兴趣，你一定会从你的旅程当中得到启发跟意义，你就会不停的旅行，不停的进步，然后开心的生活。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，我是少年郑德义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，快点！